车到桃园机场看看指路牌，你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吗？原来是原本的入境改成了抵达，出境则变成出发，甚至上面都还留有修改的痕迹。机场大厅也不例外，原本的出境大厅字样都变成了出发，希望能减少旅客的疑惑。机场以前在出入境的部分都是用法定名词来定义，让大家搞不太清楚的状况，希望能够让旅客能够很清楚知道说我要出发或是抵达这个机场。新政策上路，希望能更便民，但出国的民众怎么看？以前的话会分不清楚是入境或是出境，还有可能会去跑到入境的，就又跑上去，要变成要绕一圈下来，会比较远一点。抵达的意思是我这边抵达还是那边抵达？这样子其实更 confused 吧。无论是日本也好，我看新加坡或者是像是香港也是一样，它有一些路边的指标啊。如果你真的要去问探讨，你就告诉他用跟着什么颜色走，这样子最简单啊。新标示上路，民众看法不一，但过去桃机的出境入口标示就曾掀起网友讨论，怎么又出又入？现在更改标示，做出改变，民众终于不用再乌撒撒。华视新闻杨子怡、洪世宇、方丽婷，桃园机场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冯维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